他们的舞蹈呢将会分成两个阶段，他们也将带给大家非常精彩的一个舞蹈表演，有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，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个非常欢乐的夜晚。那第一首歌他们要为各位带来的舞曲是由蔡依林所演唱的成名曲《日不落》。非常非常的精彩，那现在呢，他们要来去做一个换装的动作。